stop running, running, won't stop running, running, not stop running, running, I'm just running, running. 到底是要跑去哪里？再跑就要跑到警局了啦！就在10月3日这天，冠希哥被拍到出现在警察局门口。在警察局睡了一晚，还是好累哦。没睡好，先来根烟好了。不知曾几何时，陈冠希这个名字已经在社会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。多年前的照片事件，陈冠希销声匿迹了好一阵子，开始玩潮牌打品牌。今年5月又被曝与模特儿情愫陪在一块，7月又跟志玲姐姐吵架，而昨天呢又进了警察局。眼看着马上就要过上36岁生日的他，也老大不小了，和善一点嘛，别再惹事了。有可能一样，有可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带来很多。